气死我了！这帮狐狸精敢算计姐姐我。 你怎么了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最冯峥的消息是你散播出去的，还让孙琦的老婆来公司闹。大家都是同事，何必呢？关我什么事啊？你看不出来是那帮狐狸精在造谣啊？那从我电脑里发出去的那封邮件，你又怎么解释？ 我的电脑密码只有你知道。你看不明白吗？是南希，她恨我抢了她主持人的位置。你难道没抢吗？这么容易就被外包话题了？可是嘛，太没用了。是，可是人家工会主席也说了，在这个人选确定之前，我都是可以去争取的。我跟你们不同。 有什么不同啊？我的每一个机会，都是靠我努力去争取的。人老大分分钟翻脸不认人，我不是你这种学霸，也不是张江这种怪才，更不是五岳这种老大的心头肉，你懂吗？好，你说的我都相信。既然不是你做的，那就去找冯峥说清楚。有意义吗？ 对呀，有意义吗？听着，大家都说他脑子有点那个了，看人的眼神也不太正常，现在去跟他谈心还有意义吗？当然有意义了，他不止恨死你，也恨死我了。你要告诉大家真相，告诉冯峥真相。恨不恨的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要去你自己去。那要去找麦琪，去干嘛？ 去告状吗？去求情？没空。我并非刻意违背组委会的要求，我只是想给自己的项目组打一针鸡血。我们需要一些刺激。如果我失败了， 我不会告诉他们，但是如果我成功了，我想，我们还可以再拼下去。你凭什么能代表你们整个项目组，或者说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吗？因为我才是这套算法的创始人，而算法才是整个创业的核心。李正，李正。 什么？他不是过来解释了吗？解释什么呀？这是哪天的节目啊？要想解释，他有无数个机会。五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行了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没事的都上班去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当事人留下，我来断断。 都坐下。这就表示。 咱们要正式参加电视真人秀了。电视上抢风头。等等，五月，你不就在节目上胡言乱语几句吗？就把自己当盘菜了？告诉你，收不收编你还另说呢。对啊，五月，你凭什么替咱们报名？我们又不是找不到投资人。小马，你说说，投资商是你爸爸朋友，你爸会替咱们说话吧？ 动动嘴皮子，忙都不忙，还是亲爸爸？不是不帮忙，我爸说，要么他
他说服投资商，要么他就做我们的天使投资人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我必须是第一大股东。果然是亲爸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不想就这样算了呀。如果我们去上节目，可以获得投资和宣传，大众传播加上节目影响力，资源要远优于这家天使投资人。何况现状是，这个天使投资人提出过分的要求，对经营模式的否定权，就基本否定了创始人的地位。说的就是，我衡量了一下，我们四个人正好优势互补，会比阿圭单枪匹马要强。不过随着晋级，我们可能需要辞职，当然，前提是要能胜出。我不想去，谁现在上什么节目？我也不想去，搁 cosplay 即刻呢，跑到台前，调调就不对。如果这是你最后的希望，我去。不是，我就不懂了，咱们做的好好的。就算天使那边玩不通，大不了我出钱，为什么一定要哗众取宠上节目啊？也不知道，咱们是去玩还是让人家玩？老实说，任老大跟我交了底，人脸识别系统一直有一个难关还需要攻克，就是数据保密性，这也决定了市场局限性，注定走不远。而要走远，我们必须要重新考虑市场需求，在现有的技术上，重新定位产品。我已经有了想法，不是我看衰你们，你们一旦失败就是草草收场，但是如果玩赢了这档节目，上千万的风投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？也对。你懂什么呀？他凭什么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像回事的呀。哎，你们到底上不上节目？要上的话，给我打打广告。老徐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。哎，你再不上车，信命我让你跟车跑三公里。别呀，再等等，麦琪姐，你最聪明、善良、大方、可爱了啊！一、二，好，我上。回头看我怎么处理这小子。别呀，爱德华，看见他十万火急往出跑，肯定啊，肯定是能跑呗。回头我就让他十万火急的跑个十公里。走这儿。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？林少做慈善还需要以这种方式啊？那你觉得应该是哪种方式啊？酒会名流，美女支票啊？哦，也不错，不排除。哎，林少，今天你赞助什么？小心一点啊！哎，你说哪一点小？
边，等一下。对，这边小了，来，男生到这边来，不然就年纪大了。你先走。哎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都是阿玲的东西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。哦，红旗乡也是阿玲的家，今天这个小学他弟弟也在这儿上学。不过，他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你别告诉大家。嗯。走吧。喝汤了。哇！慢点，烫吗？嗯，烫。慢点喝。哥，明天我还要骨折。别乱说，明天继续啃骨头。耶！没关系，你们可以碰一下的，它不会触电的。不行，我手脏。手脏没关系，就要拍一下就好了，而且脏了还可以再擦嘛。玩吧，你看，以后。哦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鼠标，就是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箭头吗？你一动它，它就会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。一动它就可以动了。下，你看，这边。妈妈抓你们了！呀呀，小宝宝，你跑得太快了！来来来，小宝宝，好啦，哎，那你们累不累？要不要去喝点水啊？自由活动时间，去吧，宝宝们，走，走吧，去吧。啊！对啊，其实给小朋友笔跟本，比电脑实际多了。咱们好好规划一下。下次大举采购送过来。好，那下次我们一起。不过你也是，哪有美女你就在哪出现。我刚看你跟石老师聊得挺开心的。石老师，他在这里支教两年了，觉得离不开那些孩子，可能以后就找个当地人嫁了吧，做新一代之前。
所以我就跟他说呀，要嫁就得嫁个帅的，必须是最帅的。我看你现在就是这里最帅的，要不你留下来呗。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把我放弃了？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他说要把我放那边。那我怎么舍得呀？那你们聊，我去陪孩子了。谢谢你要送给谁啊？谢谢。我们还会再来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会再来啊。那里的野花非常美，但都谢了。可是野花再美，也没有你送我的这个好看啊。拜个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。打勾。可以停一下吗？你稍等啊，我靠边停车。哦，谢谢您。
在呢，怎么？我以后每次叫你，你都在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时候我在哪儿呢？你还没出生呢，傻瓜。所以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家，对吗？是。虽然你在城市出生，但这也是你的家，我们的家。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？我们现在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家。怎么还不回家？你所想的，你所经历的，都会过去的。你慢点，你小心你的手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哥哥，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。我小时候啊，跟你一样皮，也老摔跤。那爸爸会像揍我一样揍你吗？会啊。那爸爸揍完你之后，妈妈会给你的屁屁抹凉飕飕的膏药吗？哥哥，我知道你妈妈不是我妈妈，但我妈妈是你妈妈。傻孩子，我妈妈也是你妈妈，她也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？明天咱们去看看她，好吗？我又多一个妈妈了，真好。小心你的手。Thank you.
谢啊。朱天，先进去。喂，林少，你找我啊？你在哪儿呢？我能在哪儿啊？在家呗。真的吗？你那儿就没点什么狂风暴雨又断电的？哎呀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一片漆黑，吓死人了。别害怕，我就在你旁边的房间，有什么事儿我直接冲进去。怎么可能？别开玩笑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？你微信上不是说什么，啊，快来帮帮我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也知道，我就是不放心你。我才不相信呢，你就是爱捉弄人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住哪个房间啊？好吧。你要是听见，就知道是我了。收到，收到，这也算接上头了吧？高兴了的手痒痒，可这石膏挠挠就不痒时光都让你耽误了，拜托，整天跟你隔夜敲钱容易吗我？所以我早上不是敲回来了吗？欠我的当然要还了，最多容你隔夜。哎，对了，
你来这水乡到底是做什么呀？志明丽香的探访。什么玩意儿？还是个日本人？哎，说正经的，饥饿狂人比赛你考虑考虑呗。不可能。我说你能不能成熟点啊？五月份在理，而且我爸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咱们现在形势不容乐观。我知道，所以让我来筹钱。还不信了你？有几十万吗？我还搞不到。是，这次你搞到几十万，可以后我们用钱怎么办？而且我们想做大的话，还要找办公室招人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你真想去比赛？那你记住，我是为了……哎，你等等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故事是这样的。好不容易有个当上帝的机会，你想啊，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你不是也跟过来了吗？只可惜晚了，做了个顺风英雄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说，你说话能不能正常点啊？那小孩谁啊？弟弟。他弟弟还是他儿子？哎，你敢说你没怀疑过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哎，我从小这方面教育做得非常好，绝对不会。别走啊！婷婷，你不用怕，这是我妈妈，她住这儿。妈妈好。我叫武天天，今年六岁了，在上幼儿园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不过，他们都走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？我现在跟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们很好，你不用担心了。妈妈，这些是送给你的。如果你看见爸爸妈妈，跟他们说，我的手很快就好了，不疼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小月，人都会生老病死，你不要难过啊。你要记住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不能太贪心，不能损人利己，不能恃强凌弱。平淡是真，是福，是踏实，我都记得。妈妈，你的病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。
说他哭。六点半，对，你准备好就行。走，跟我吃个饭去。嗯，等我半个小时。等不了，就现在。哎，张宁。就咱俩。吃饭时候告诉你，不是。如果张扬知道我们俩去吃大餐，不告诉他的话，他回来要把我吃了。林少，我刚从客户那回来，我们去吃饭吧。那你们去吃吧，我要加班呢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妨把话说明白。不要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所以什么也别说了。小马。我们去吃饭吧。吃饭是吧？飙车过瘾吗？前几个月回国的飞机上，他就在我一米开外。那又怎样？就算你第一眼见到的是他。他第一眼见到却永远都是五月，不是你。没有什么是永远的。他有什么好的？论身材，论长相，我哪点比不上他？他懂我。他懂你什么？比如这辆车，他就明白我的心意。你呢？你只会说他花里胡哨，没有保时捷帅。本来就是这样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只不过不屑于像他那样，处处伪装出善解人意的丑态罢了。善解人意是他骨子里的。作为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他？不然看到你回头，你要学着往前走。忽然之间明白，爱不一定要拥有。回想你给的温柔，多想时间能倒流。再爱一遍，我也愿意付出我所有。也许我并不成熟，对你并没有保留。是我最后的承诺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，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是我最美的守候。你想过吗？想陪你到最后，不愿松开你的手，别让我们的爱输给时间，多想昨天为我停留，多想陪你到最后，是我最美的守候。你想我们想过明明相爱的两
两个人最后却沦为普通朋友。